干反贪的，他就是个力气活。坐在办公室里当小白领，这不行。这我就不敢苟同了，干反贪怎么就成了力气活了？如果按理处您这么说的话，盯手是不是成了我们调查的唯一手段了？您干反贪20多年了，不会只用了这一种手段吧？哎呀，26年0.8个月，没问题，不就是参观展览吗？货量呢，能胜任，随你调遣。好，谢谢。对了，李处，其实有些话呢，我也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觉得我们在工作的理念还有观点上，有时候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。怎么说呢？哎呀，不瞒你说，我呢很多观点都是错的，但是很奇怪，总是能把案子拿下来。确实有点奇怪。吃的闲言比你吃的饭都多，奇怪什么？大明星，想 QQ 吗？那你这干嘛呢？哎，老爸，你这又是从哪儿听来一个新名词啊？QQ？ 对。QQ 是什么呀？什么是 QQ 你都不知道啊？不知道。那你还号称什么新人类呀？你这。李春春同学，落伍了，落伍了！欧阳，哎，欧阳，哎，快快快，来来来来来，看到没有？你的宝贝女儿连什么是 QQ 都不知道，还老说我落伍！你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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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那不就是 QQ 吗？啊？啊？这个，哎妈，电视哭。我爸有一词形容我爸特别亲切，叫什么来着？弄巧成拙。不是不是不是，还有一个词儿，不打自招。李大刚同学，你终于承认你自己落伍了啊！哟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，哎，你怎么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造型。你今天就戴的这个？哎呀，何止今天，都一星期了都。就是，说明你不关心我呗。对我的改变视而不见。这是什么呀？我是爸爸还是妈妈？哎呀，你懂什么呀？就是啊，人这是角色需要。你看这老土。我现在已经不是李村村了。啊，那你是谁呢？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确实不好判断。难道你真的想考表演了吗？为了我的梦想。哦，那只要你能教我什么是 QQ， 你就会梦想成真。成交。来，请请老师，请。医生这条路啊，又没戏了。怎么了？明摆着去南都宾馆嘛，天天这么跟着他，咱俩快成保镖了。要不今儿索性咱们去看看，他们到底在南都宾馆干什么？别，李大康会骂的。你不是不怕李大吗？谁怕他了？跟紧了，跟紧了。都安排好了吧？啊，都安排好了。柳刚的主意，让宾馆的保安出面，先扣下，就说他耍流氓，问问他到底是什么人，来这儿干什么，不说就报警。跟柳刚没多说什么吧？啊，没有，就说是个打骚扰电话的，其他的都没说。行，
别把事闹大，啊！实在问不出来的话，那就算了，别真叫警察，明白吧？好的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我要办理入住。好。您对房间有什么要求吗？7层的房间都可以看到街景吗？单号这边都可以看到街景。 如果707没人的话，给我707吧。对不起，先生，707有人了。7层随便哪个房间都行。单号的行吗？可以，可以。谢谢。先生你好，这是您的房卡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 喂，哎，对对对，我就是。哦，我已经在房间了，你上来吧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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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。哎，跟刘刚说，能问就问，问不出就算，千万别闹出事儿来。好的。哎，刘刚，人到了，能问就问，问不出来就算了，别动粗，我马上就到，等你电话。先生，我知道，您放心。 屁股后面，没准早被发现了，成心跟我们逗着玩呢。满嘴牢骚，不像你的风格啊。都是被李大康给逼的。明天我也想跟你们去看展览。是，夏青应该带你去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这不明摆着了吗？
是刑警队的，穿便衣的那个不认识。哎，哪来的警察？不知道啊，我问问刘刚。是局刑警队的，把你们那个客房的登记表给我看看。好的，您稍等。喂，刘刚。我已经到了，在电梯里呢。
干什么去了？你急死我了！我没敢跟马小帅打招呼。谁？哎，刑警队那个朋友。范长义呢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不知道。他进了电梯，摁了七层，等到了七层就不见了。不是，你怎么胡言乱语的？大活人在你眼皮底下消失了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没说清楚。他们进了电梯，摁了七层，我摁了六层，等我从六层跑到七层，他们就不见了。进了？应该没有。不是，你怎么知道没有？我估计是他们知道七层发生的事儿，所以不敢去了。七楼发生什么事儿啊？不知道，我是看到马小帅他们正带人往外走。那个柳荣呢？还一个男的。男的？什么人啊？不知道。他们抓柳荣干嘛？会不会跟范长利有关？可能是有点关系。他们之前一直在这里等，等谁呢？等柳荣被刑警队带走。为什么呀？还有那个男的怎么回事啊？这得去刑警队问问。问那个什么帅？马小帅。走。哎，得跟李大请示一下啊。有什么好请示的？出现了状况我们得跟进。我们的任务是盯守范长利啊。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啊？啊，范长利在这住一夜，我们守一夜呀。走吧。走啊。有道理。走。主任，把今天的登记册让我看一下。好的。可能就是我接完电话下来的时候，那个人才上去的。等我再上去的时候，警察已经冲进707了。登记的是709房间，叫李阳。你认识他？名字肯定是假的，身份证也一定是假。好了，算了算了，你赶快过去看看去吧，把蓉蓉先接回来。哎，去吧去吧。哎，走。老总，警察为什么要抓那小子？别哭了，哭什么呀？把事说明白了比什么都重要。再问你一遍，去你屋的那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让他进你房间？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进去的。可能吗？他会穿墙术吗？我没锁门。你在房间里洗澡，你故意不锁门啊？我忘了锁门了。你觉得可能吗？啊，我就是忘了锁门了。马队拉一下。好好想想啊，想好了赶紧说。我要回家。回家可以，但是早回晚回就看你自己了。你要想在这儿多待几天我也没意见。马警官，亮子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没给你打招呼。我说呢，肯定是有事儿啊，没事不能装不认识呀。嗨，哦，这是我们处的同事林夕。哦，也是李大康手下呀。马警官，什么案子？能不能透露点儿？哟，怎么对我们的案子感兴趣了？哪类性质的？哎呦，哪类性质的那得看你怎么看了。您简单说说。这事儿说起来简单，但看起来挺复杂呀。什么是简单，什么是复杂呀？哟，亮子，
你这同事懂得挺多呀。马警官，哎，他不是这意思，您就三言两语，简单说说就行。哎，我这简单说说行吗？那就请您说详细点呗。哟，详细点，那您就得去看卷了，这估计一时半会儿弄不出来呀。也难怪这么慢，说话都这么绕腾。不是，您要是着急，我那俩人先给您，您先审着。你敢教我就敢接，别光耍嘴皮子。呵，李大康手下还有这么愣的？哦，他不是这意思。不是哪个意思呀？我就是这意思。侯亮，你不用给你这位朋友留面子，他又不想要，你留给他干嘛？哎，别，您多少得给我留点啊。留一点够吗？啊，得留厚点吧，脸皮薄了可不好看啊。哎呀，林夕，少说两句。少说，少了能说清楚吗？卷子写的又慢，不趁嘴皮子好使多说几句能行吗？哎呦，我这今儿是遇着高人了。没有，少耍嘴皮子就见高人了。哎，那个，得，我服了，行吗？您要问什么，我全交代。哟，这就怂了，这才哪跟哪儿。马警官，您先忙，我那改天再联系啊。别走啊，咱得帮帮女朋友。女朋友忙得不可开交，焦头烂额，胡言乱语语无伦次，目瞪口呆，呆不住你别闹。再见。什么路子？你干嘛非得得罪人呢？这种人得罪就得罪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林夕，不是所有人都得非得让着你。让着我？哎，等等，谁让着我？怎么让着我了？我外韩笑，我现在有急事儿，不跟你说话了啊，先挂了，拜拜。你看，你对自己朋友都这样，女人之间的事儿你也管啊？哎，你别走，你把话说清楚了，谁让着我了？你干嘛呀？什么干嘛呀？那个人是不是跟李大康关系特别好啊？是。赶紧给李大打电话。怎么了？恶人先告状啊。你想太多了，不可能。这种人什么事儿干不出来？快打快打。要打也是你打，我又没得罪人家。我打。你打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占线。哎。哎，有粥，喝一点啊！哎，太好了！哎，亲爱的房客呢？哎，他天天这么折腾，让他多睡一会儿吧。啊，还睡呀、啊？多迟到了。啊，咱们就进屋。哎，老兄。哎，亲爱的房客，起床了，听见没有？起床了。老兄，你别叫，让他睡一会儿。起来！哎，吃饭了啊！着火了，听见没有？都几点了，还睡？老爸，就算我不给您交房租，我白吃白喝，您也不用这么对待我吧？大早晨嚷嚷什么呀？妈，你管管他。亲爱的房客，房东请你来吃的早点，咱们再说说话，可以吗？早起了，在工作呢，你老打扰我。啊，工作？嗯。老夫人，最近忙什么呢？家里不谈工作，这是您规定的。哎呀，我看你白天黑夜这么忙，到底是个什么案子？肖书记，嗯，我们俩之间可是差着好几级呢。如果要谈工作的话，您找我们领导谈去。那领导压我呀，我不怕。行，咱们谈别的。跟你说个事儿啊。嗯。上礼没打听？说吧，这个是你最关心的事情。什么事儿？买棺材？买车子的事儿。不想听，那咱们不说了。不，这是买车怎么了？这样，你不是看好那款车吗？不是缺几万块钱吗？我跟你妈妈商量了，忍痛在我们的老本里边拿出二分之一给你补上，买车去。爸，你真伟大！你多少？二分之一啊？啊，
那接下来呢？接下来，接下来该把车买了，对吧？然后你开始上下班，哎，有钱在先啊，油费肯定你自个儿出，是吧？然后呢，礼拜六、礼拜天节假日啊，你要心情好了，就带我们出去逛逛，挺好吧？是啊，是啊，哎，就真的没别的啦。别的，不用给你们二位再招个上门女婿。你要有这个想法，咱俩不反对吧？是吧？看，目的不纯，目的不纯，花钱给我买车就是为了不让我出去住，我不上当。哎，你这孩子，家里有你地儿住，出去干什么呀？独立生活，开始我真正的人生。好，好，那咱们那笔钱就不给了。我看也是。好了，我问你，最近看你这个精神疲劳的不行，怎么回事？你也不看看我最近都几点回来的？办案子办的呀？什么案子？爸，说好了在家不提工作，好吗？你说出来嘛，我替你参谋参谋啊。坏了！迟到了！哎呀，爸，都怪你，大清早跟我聊什么天啊？你，哎，去看看这孩子，把我的碗给碎了，真是。是这样。我知道。当然，按照你们的程序没问题。好，我马上协调。没关系，就这样，挂了啊。林夕呢？怎么还没来啊？昨天晚上从市局回来，挺晚的了，我估计。哎呀，我的好妹妹呀，你别哭了行不行？这不是没把你怎么样吗？你想让他们把我怎么样？你跟警察解释清楚不就行了吗？我能解释得清楚吗？你不是告诉我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就让我在屋里洗澡，有人进来我就喊抓流氓吗？你怎么不跟警察解释清楚啊？这些话你跟警察说了？哎，不能够，我妹这还是懂的，让她自己说。我能说什么呀？就说不知道呗。柔柔，警察有没有说为什么要抓那个人？迟到两分钟啊！哎呀，我这刚出门，让领导叫着聊半天工作。怎么着，李大，您找我要请我吃饭？能说该说的吗？行，算我该着。哎，对，我先问你一句啊，你们处挺冲的那个女孩叫什么呀？打听人家干嘛？不是，哎，是姓林吗？哼，先说该说的行吗，同志？哎呀，行。宾馆那个女孩呢？我查了也问了，人家跟我那个案子确实没什么关系。没关系，你们抓人家干嘛？没抓他，做完笔录就给送回去了。我们要抓的是那个男的，盯了他好长时间了。
涉嫌网络赌球，你跟那个女孩没关系。你要非说这俩人有什么关系，他顶多算是涉黄。涉黄？不可能。不是，这事儿也不好说。你想想啊，他一个男的用假名字在女孩的隔壁登记了一个房间，然后又跑到女孩的房间，再然后女孩大喊抓流氓，那你说这算什么？这就怪了。那女孩怎么说？那女孩就是那宾馆的，好像还是什么副总。嗯，哎，刚24岁当副总不简单的。人就说我下了班去房间洗澡，就不知道怎么就来这么一个男的。男的怎么说？这男的说什么都是编的。那就是说这宾馆房间的门没锁呀？对呀，房间门没锁。嗯，为什么不锁门呢？这我都能替他回答，忘了呗。不是李大，你那什么案子呀？怎么对这个女孩这么感兴趣呢？怎么的？又要想抢活？不是，我没问啊，我没问。哎，对，你那儿那女孩叫什么呀？怎么的？看上人家了？不是，他就特别横啊，对你无礼的是吧？无礼倒没有，就是昨儿把我数了一顿。哪天啊，我让他给你道歉。不，道歉倒不用了。那什么，您把他手机号给我就行。要人电话干嘛呀？受虐狂、啊？不是那个，哎，您的话他听吗？我算老几啊？不能吧？您的面他都不给。别说小帅，我给你提个醒。行啊。那个女孩那个时候在那儿，不是偶然的。什么？那个手机号码就是南都集团的老总范长利的电话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嗯，但是你说范总跟这个网络赌球他根本不沾边啊。怎么不沾边？沾边？沾边。我必须要见见这个小子。那行啊，这事儿我就给你安排了。嗯，那你把那女孩电话号码给我。哎呦，怎么的？还真想去找吗？不是您管我这么多的，您老老实实把电话给我就得了，快！哎呀，瞧你那点出息！林夕，看好了啊！哎呀，谢了啊！带你一段，我没有车呀，我走了。小子。欧冠的赔率怎么定的？那要看你走哪个盘口。你走到哪个盘口啊？大马和东印都走过。国内联赛开几年了？刚开始，没几场。没听说过让人砍了手的吗？这东西愿赌服输呗，我又不骗人，只不过是从中间抽点油头，我没有仇人。那范长利是谁呀？不认识，不认识你给他打电话啊？你手机的通话记录里清清楚楚记着呢。
没见过面。我的问题是范长利是什么人？南都集团的老总。跟你什么关系啊？在你那儿下注吗？没有。那你总得给我一个说法吧。做期货的朋友介绍的，想咨询点有色金属的行情。哎呀，李大，你都看见了吧？做期货的事儿是他编的。那肯定啊。嗯，他和范长利的关系搞清楚了吗？这事儿得你们去问，你们想知道的和我们想知道的不一样，所以你赶紧办手续过来。哼。从现在的情况来看，你觉得范长利参与赌球的可能性大吗？不大。你这么肯定？肯定。那家伙跑到南都宾馆去干什么呢？所以啊，大哥，这事你们要去问，我们的活就是抓这哥们归案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帮个忙，你按了解情况的方式询问一下范长利。我们？嗯。凭什么呀？人家国企老总。国企老总不一定没事儿嘛，不有事也是你们的事儿啊。嘿，行行行行行。当时美国的腐败问题很严重，一些新闻工作者专门从事调查、揭发黑幕的报道，从而引发出一些财经弊案。老罗斯福总统就引入一部小说的典故，将这些新闻工作者称为“八分者”。这个称号够难听的。是啊，刚开始这一称谓是有些许贬义，因为社会公众赞许这些新闻工作者的努力，后来这一称谓就延续下来，成了听上去贬义，但实际上却有褒奖之意的专用词。那您现在就是一名八分者。哎，那照这么说，我们反贪局的人应该就叫八区者。哎呀，行了，太恶心了啊。挺形象的，是不是陈老师？哎，怎么会是这样呢？当年清平山矿的估价只有4000万。这就是南都集团改制的开山之作呀。哎，你这些材料还有吗？能给我一份吗？哦，你先拿去，我那儿还有电子版。好。这会不会就是粪堆呢？先看看它光鲜亮丽的一面吧。企业的经营啊，必须考虑当前的环境，不仅仅是国内的经济环境，更要考虑国际市场的大趋势。哎，关于这一点呢，坦白的说，我们还是个学生，有很多功课需要我们去做。哎，刚才有朋友提到关于改制过程中的风险。哎，我想上那边看。哦，好。哎，你不采访一下？我啊，我可是上了黑名单的，这种融洽的气氛我就不搅局了，让大家高高兴兴的把手里的活都干了。夫人，主任，咱们中午真不准备午饭了。车马费啊，放在那个装宣传品的资料袋子，按人头给啊。另外呢，把我大包的给，知道谁是谁。知道，又不是第一次了。放心吧，主任。我能放心吗？你们缺心眼儿，安排吃饭，搞那么大动静干嘛？不用说了。那个摄影记者是谁啊？我怎么看着这么面熟呢？晨报的，跟陈子明他们是一起的。陈子明，哎，小花，咱们就喝点什么？嗯，要不要给你带一杯？哦，不用了。啊。卢主任，哎呦。陈大记者，你都来了，看来我们南都的面子不小啊。我都看了，这何止面子大呀，这架势也不小嘛。看来真是要轰轰烈烈了。怎么，
一点细节也不会透露吗？光秀这面上的，用法稿啊？一语中的啊，大记者就是大记者，不像那些年轻的，根本就抓不住要领。哎，你助手，啊，实习生，带出来见见世面。哎，你先别打岔，这思路上已经从范总那领教了，具体细节呢？实不相瞒，这细节连范总都了解不多。不应该呀，这范总可是掌门人，这细节他都不了解，这戏可怎么唱啊？